们人在 Tokyo 东京，这里实在太漂亮了，一起买鞋哦。万军 Pancake 真的很好吃，连唱人多的，这边都没有人了。终于到雷门了，他们已经去看了 Gundam， 哇，很有名的菠萝包，秋天的地方，发达的，一定会来的。小鸡都没有啊，有班级。要买这个鳗鱼饭团，两个钟，好吃。Hello， 大家好，又是我美好，我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人在 Tokyo 东京，我们会在东京玩四天三夜这样。其实这个 trip 啊，我们没有 plan 去哪里的，但是主要的地方我们还是会去啦。如果你们刚好想要来 Tokyo， 然后不懂要去哪里来讲，可以看我影片，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路去哪里，可能有新发现。这就是我的旅行伙伴们了，他们每天都在等我拍 vlog。第一位 Trey Ting， 第二位 Danny， 嗨，第三位，哎呦。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何ですか？サクラ。我跳舞。我来了就不会跳舞。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艾伦桑，国际巨星艾伦桑，难怪戴口罩，因为怕人家认得他。我们来到东京已经是晚上了啦，所以我们就可能去外面吃个东西，顺便逛逛，就回来休息了。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出发吧 ，Let's go。哇，火车一出来够力了，够力了，全部都是扭蛋。哎呀，很 cute， 很可爱。哇哇，吃嘢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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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这个 Akihabara， 男人们的天堂吧。因为这边是不是有很多成人的用品？很多，非常多，有七楼那么多。它每一层都不一样的，每一层呢有。不要讲得这样仔细哦，这边有小孩子看的。然后还是很多有那种 anime 的东西看的。啊，对对对，而且扭蛋也特别多啦。这边它的小巷也是很多东西逛的，蛮多年轻人来的地方啦，夹娃娃的地方，而且你可以夹到哦，可能有些是 limited 的动漫哟。好啦，不要再选啦，我们就这间啦，因为有饭。 Let's go。小姐，你哋好口渴咩？你们很口渴咩？我想要这么大杯。我去唔到啊，真系。你过嚟今年。我们今晚住的酒店呢，它叫 My Stay 的 Haneda Airport 和市区的中间。因为我们这边非常靠近机场，我们开大了差不多六七个站就到了我们 hotel。然后，但是我们要去市区 Shibuya、新宿啊那些地方啦，也是二十多分钟吧的。不想要住在市区，第一价钱稍微会比较高，而且现在是比较 packed 的 season， 还蛮难找酒店的。还有要够大咯。日本的酒店还蛮难找，因为他们的房小。然后为什么我们不要住 Airbnb 呢？因为很便宜，还有最后一天。我们的飞机是晚上十一点，可是呢，我们十一点早上就要 check out 了。我们的 luggage 放哪里？对，所以我们住在 hotel 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寄放在这边，继续 shopping 到晚上再回来拿 luggage。对。Room tour， 我们今晚住的酒店就是，哎，那位小姐，来看医生。看到我们一进来哦，我们的房间是这样的嘞，医生还唔喺度啊？医生未到。拉开来的，哇。已经算很好了，可以给我们开 luggage。三门，多谢。哇，
啦，今天这一身打扮。今天我是一个艺术家，买坦克装了。Sorry， 我是艺术家。今天看到我这样的装扮，就知道我去休息要来。Danny 今天讲说要带我们去吃拉面哦，好吃的没有？等下带我们去哦，啊，是要请我们吃哦。怎么幸福来的那么突然？心情好，请你们吃一下喽。哇，看到你心情好哎。做什么事情？东京新宿必去拉面店。Danny 之前去过，哇。哇，你讲很多人的，我这样讲好。要排队，所以我讨厌排队。选对时间去啊，他们讲是11点或者是17点。你今天讲了，大家都这个时间去哦。我们今天要去这个新宿谷、哈拉谷跟西浦亚的。新宿谷跟哈拉谷嘞，它是比较多潮牌啊、年轻人去的地方啦。那么西浦亚呢，我们是打算要去这一个上面看风景。最近有看到那个坐那个 escalator 下来，哇，看到整个东京的景，很美。对，我们要上去看，然后那个是要付费的啦，等一下我们才去看看多少钱。哇哇哇，这里就是涩谷啦，然后前面就是那个 Shibuya Crossing。 哇，人啊人啊，很多人啊。楼这边可以买票，电梯也要排队啊。Danny 妈妈想跟 Alan 就没有兴趣上去看风景，只有我们三个不会路的人带你们上去看。你期待吗？期待期待，个你的期待。他讲期待期待，个你期待。啊，你看是不是？说上到去上面，帽子最好拿掉，因为可能怕大风吧。啊，那怎么办？我这个是假发帽子，我拿了这个不是没有头发？大妹大妹，太漂亮了！如果你们是上网买票的话，便宜多200日元哦。我们是临时买票的，所以一个人头2000日元。哇啦，未免也太幸福了吧！平时我们在马来西亚都不敢这样子晒太阳啊。现在有冷风，不会读书的我都很想拿一本书在那边躺。来这里躺，不是来这里读。看到我们的后面吧。他们是在排队哦，找一个更美的 spot 拍照。corner 那里， corner 那边，我们就不拍了。拍 TikTok 拍得好累啊。我们不上几轮了。我们不上下那个楼梯几轮。八轮哦，算快了咯。为了更好的作品，值得的。哎，作品好不好？不知道，等一下才知道。哇哇，好晒呀，我们那晒。哇，你看那个 LV 是南瓜哎！我们突然间在 Adidas 看东西，然后发现这双鞋好漂亮。哇，一起买鞋哦，还是买同样的鞋哦，够无聊这次。你买什么颜色？白色，白色。白色，只有我买黑色。我个人哦不是很会照顾东西，所以我觉得黑色比较难磨，至少肮脏了不明显。哈，我们来到了 Views 表彰道吃这个 pancake， 要排队，在7楼哦。哎，算很好了，因为之前我跟 Alan 来，我们是排要去下面的。Alan 讲了冠军 pancake。Top one 啊，一定要吃，来到日本。相信他，因为他是日韩混血。因为
又回到我跟 Alan 最熟悉的地方，又是这一张桌子，又是这一个风景。不一样的是，这次多了梅英杰。讲下头先你买咩？嗱，够心软，够诶呢个心啊，佢失恋啊。你呢个系心脏病发嘅时候咧，系好有效嘅，唔系正式用嘅，唔系成日食嘅。你觉得你嘅心嗰度好唔舒服嘅时候咧？是有心臟病的人才可以吃。我沒吃過，叫我幫他買的。你說可以買一盒來走門口，叫我幫他買120粒的四盒。哇，這就是傳說中的冠軍 pancake 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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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如果你們來表參道一定要來哦。看着你哦，给你。我们来到了哈拉朱古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潮牌呀、的店面。这我想买给我儿子，带到回去嘛，你拿给小薇嘛。拿给小薇吗？我不用买咩？东方就可以了。这个牌子，我们看到这个裤很漂亮，那种 Tufting 的那个图案印在上面的。番薯，番薯。蒸番薯食番薯，买俾你食啊番薯，买俾你食啊讲你啊番薯。我跟你说，他们的番薯真的很甜，而且是糯糯软软的。怎样？吃番薯会一直放屁哦？哇，他皮很像。你现在又要放屁了？是，他皮很像焦糖的吗？哇，现在要 try 这个世上最甜的。不要喜欢那个辣，没有什么甜。这个扎古扎古很好吃的，它外面脆脆，然后里面冷冷的，它有点像糖形的泡芙。如果你们来到这边一定要吃，它是很长的。然后他们吃生姜给我。公园见，我们终于走到来了。这个就是 Danny 介绍的 ramen， 里面哦还在排着队的哦，排排排排排到来对面的马路。开玩笑哦，排友还要在里面排哦。Danny 介绍的这个面，我多吃一下。你们来到这边，你们可以的话，请吃干的，很好吃。我投干的一票，因为刚才我是妈妈赏的试的，我觉得有点普通。大家一定要早点来哦，因为几百多人排队的哦。它叫风云剑，我们下一期再见。这个原煮寿司，你们来的话那也可以吃，因为它的那个寿司很便宜罢了。嗨哟，大家早晨啊！我们今天要出发去镰仓，就是最近也是很多人去打卡拍照的火车的景点，因为那火车的旁边哦，靠海的，就是这个镰仓。而且哦，这个是那个 slam dunk 的有一幕哦。如果他坐到下一个车站，还可以看到富吉猫的。真的咩？哇！给你看看我的新鞋，昨天买的哦，呼呼，阿迪达斯。他们三个也是穿新鞋哦，哎呦，你们两个去买吧，买不买？高才买，老买。花了差不多7749天，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这边有一点点火车复古复古的，一上去哦，不是像我们那种电子啊，有讲说下一个站啊什么什么什么，它都是人讲的。终于来到哇，看到海边，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值得的。差不多花了一个钟头多来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多余的时间来讲的话，那也是可以去比
较远一些看看，因为跟城市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城市的步伐实在太快又多人这样子。火车站转 U 出来一直直直走大概50米咧，就会看到这个是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哇，很多车哦，你看为什么跟照片是两回事这样啊？我们看到好像很 chill 很疗愈，可是你看在我们的身后人多的，还有车的啊，是这个就是确定是在这边拍吗？这个就是所谓的 IG 打卡地方咯。想要不要那么晒来讲，可以早点来，或者是三点多这样来。赞美赞啊，看完的老人的板，这边都没有人啦。火车站一出来的时候就转左嘛，就很多人在那边都有车，然后我们就向后面这样子走，这边一辆车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车是有的，这边。海的右边，对，然后这边蛮好拍照的，给你们看看那个景色是差不多一样，它的景是这样的，也是很美啊。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刚才的前两个站，要去吃这个云朵 TKG， 把那个蛋白打成那个云朵酱，然后放那个蛋黄在上面那个饭。我们来到这个Inamuragasaki Station 呢，哇，这边很漂亮，这边也是可以拍照哎，哇，很有 feel。穿梭在他们的小巷，你看他们的店面很复古哦，很悠哉，突然间觉得又喜欢郊外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吃那个蛋的地方，哇，好多人哦，这是他的 menu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有鱼啦，有蛋糕跟咖啡，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缘分等了啦，因为等17点就是啊，等到傍晚5点才有得吃。而家系3:07，两个钟哎，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等，是因为我们回去哦还要1个小时，所以就已经晚上，可能浅草寺我们要换去明天才能去哦。啊，今天一整天才去过一个地方，这个是最美的位置，就是你在那边吃饭哦，就有火车。说如果你要吃的话，要早点来哦，大家。它的位置很小罢了。冇嘢食，冇相干。我哋去下两个站，黑色是不是蚯蚓？啊，这边几多东西逛，几多东西买，还看到了蚯蚓的限定。哆啦 A 梦。有几乜车？不怕在这边没有东西吃的，对不对？整条街都很多。对，而且每一个站有不一样的东西看。我们来到这一个哈塞这个站，是不是有一尊大佛看的？对，啊，你也是。这边我觉得可以一日游哎，顺着这个路线走。Danny 哥哥请的，他买给我的是这个红豆跟 butter。我喜欢它的那个面粉的口感，不会太冷白白，它是它吃到像蛋糕这样子的口感，红豆也是吃到一颗一颗的，不会很甜，好吃。Allen 的是什么？红豆。我就要买杨文酱的变红豆。你看我的巴豆在这边。哎呦，哇，很厚哦。我是我的，它还有点花生那种东西在里面。有一个人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吃了，就是他。哇哦，还是那个面皮是抹茶，里面还是红豆。嗯，它红豆大粒耶，好吃吗？抹茶味的，当然好吃了。谢谢。哇，这是他们家的 menu。而且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哦，怕你跟他沟通不到哦，如果你要问什么东西哦，你可以指给他看。哇，生蚝哦，今晚你要去许不亚的吗？去许不亚加工仔。今天的午餐很丰富哟，这是山药。他们问我为什么这样喜欢吃黏黏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啊，很喜欢那个口感，而且山药是健康的。大家，如果你想吃我们刚刚吃的寿包，它就在这个大佛的斜对面而已哦，非常不错，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边就是看那个大佛，我们难得来到就进去看一看。
求个平安。Holy 妈妈，关门了。明天清早8点开门。Okay. 大佛保佑我，保佑我的 YouTube 快点破100K。5点关。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东京的第4日，我们要去天超市，就是看那个雷门，它是一个神社还是寺庙这样的地方，蛮漂亮的，而且那边有很多甜品，带你去吃很好吃的菠萝包，一定要吃甜品。对，它的菠萝包超级无敌好吃。车上一出来哦，这个咖啡店还有很可爱的咖啡，好可爱哟、哦、！Tokyo Sky Tower 就在这里啦，还有人力拉车。耶、yeah, ，我们终于到雷门了，我们到了浅草寺。然后为什么只是看到我们四个人呢？是因为 Alan 跟 Danny 不敢来啊，他们已经去看了这个么 Gundam， 就有一个恐龙的头啊，这样子也不敢我们看了、啊，所以我们女孩子呢就 decide 来这个浅草寺看看。今天是星期一哦，也是很多人哦。哇，幸好不是昨天来，昨天礼拜天更多人。好像食咁卖几下，400yen，它有点像那个麻吉亚的口感，然后它的粉蛮香一些啦，我倒粉的也买，很好吃耶，嗯，很香哦，嗯，好吃吗？它的那个冬粉，啊、对对对，那就在我们吃的这个好像麻吉的地方的后面，就是我要介绍你们吃的很有名的菠萝包，你看几多人排队哦。面包很松软，你买了可以在里面吃的，因为它不要你边走边吃。哼，没有介绍错嘞，是不是很好吃？对的，这么喂。这么讲了就讲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两个男人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想要去那个浅草寺，然后我们想要看高达，78 F00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78。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华街，中华街的对面就是了。因为Danny讲说要吃东西先，所以我们去吃东西先。我们两个呀 ，Let's go。我们现在走过来，你要买那个包，你啊，那个Danny要买包，他对于包比较有兴趣。吃包，吃小笼包，我们就随便选了一间，然后我们要吃这个一起的哈糕。好嘛，讲真话的，真啊。我们来到这个公园，然后这边有个塔窝，有个蛤蟆塔窝，然后跟那个干凳就是在这边了、啊。我们现在就是要。然后这边有一个船，如果你们要拍照也是可以拍。这里最好拍照的地方就是三个点：一个塔、船、干灯，然后还有个桥，这个桥也是好。Let's go！ 里面有什么东西看呢、啊？里面有啊，大只干灯吗？我最重要是看那个大只干灯嘛，这样重要。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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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就花了1650元进来，然后每个进来的人他都会给一个 free gift 的，这个都是这里才有的。拍照就可以走了。哎，它每隔30分钟会动一次，哎，刚刚好。
大家，它这边有个计时，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时间。其实男孩子很简单嘛，就是这样子。看完了之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进去这个 Gundam Base 买东西。刚才我在里面要拍 video 给你们看的，可是不可以拍 video， 所以我就特地买出来拍给你们看。这个是跟里面那只一样，那个一样，只是是 mini 版的，那这个更加 mini 版的。所以我就是要买给你们看，然后就可以走了，拜拜。本来还要买红色草莓，我想你买白色草莓，白色草莓也是很好吃，它不一样的口感来的。红色它是咬下去是全部很结实的，这个是好像松松松松一点点的，很香。哇，不用我问他，他自己讲啊。我们走了差不多整十多分钟，来到这边兴致勃勃要买这个鳗鱼饭团，他竟然告诉我说买了之后要跟着时间来 collect， 然后我在看时间，2个钟。所以如果你们来这边想要试看来讲，早点来一个，先来买。你的时间充足的话是可以买的，够吗？我们够时间了，够啦，赶得及去机场讲啦。为了赶不及，我们明天才买吧。好吧。那个鳗鱼饭要等2个钟的时候，但是我已经买了 ticket 了。啊，是假的？我先回去了。请你找一个地方给我坐下来。可以，对对，我们坐下来了，不要再站起。哇！这个是邱引擎的，谢谢你。它不会很甜，它的 ice cream 是什么味道？哦，你不可以吃啊，是牛呢。然后去自己拍。哦哟 ，OK。哇，你好像一边在吃番薯，然后一边在吃 ice cream， 这有点像冷的。这么，倩女每次吃东西哦，好像很痛苦。倩女好吃吗？哇，好好吃哦。又系没有呢样的，又系咁嘅样，系好食定唔好食？哇！我不懂，这个味道，我不懂抹茶，我不懂。很久没吃到这个味道了，很久，第一次吃是很好吃，这个味道很浓很香很纯的味道。嗯，还有奶味，嗯，系好食定唔好食？好食，但系有奶味。哦，这紫菜的味道，食到菜味啊！我闻到抹茶味，很好吃，是不是？不是抹茶的。我喝绿茶，然后我不喝抹茶，就是我不喜欢抹茶做出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涩涩苦苦的感觉。是我觉得你应该不喜欢，因为这个是很纯的味道。给你啦。这边呢是求签的地方，听说如果你不小心求到下下签，就是不好的签，那你就要绑在这边，把你不好的运锁在这边。100元。81号啊啊！我连乌鸦你。小吉道和须成河，先优势更多，所求财宝胜，更变得综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呢，小吉。所以我们就讲咩咯 ？You change into happiness。如果你觉得 OK， 你就会成功噶啦。心觉得系唔啱嘅咧，唔好太担心太多咧，佢就会变好噶啦。咦？如果你梦想系要发达嘅，一定会嚟嘅。谂多啲啦，就会嚟噶啦。我要发达，我要发达。多谢。好啦，多谢大师。怎么了？大吉大吉，小吉都没有啊，有半吉。Good fortune 呢、啊，老板你看，你自从跟妹浩一起工作了之后，你的。Careful in what they say when they are drinking。他们在喝酒的时候，不要乱乱听他们讲话。所以昨天妈妈想喝酒。Let's get in touch with。最好就跟他好点哦，因为他抓了你就很歹落的。If you are obedient to your master, you wish to 听话话，你就听话成真。
达喽。这个钱不应该在你面前收到。感觉。好了，我们 extend 啦。哇，我们大家都是嘎嘎嘎。大吉大吉。你一定要去 depend on someone 比较高级的，你就会很 successful 了。就是你要依靠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人。实力。我一个有实力的人。是吗？你看他就会成功。终于到3:35啦，然后呢，我们回来那个店里的外面呢，排队拿我们的鳗鱼饭团。几组词？Oh my god！ 是啊，番茄。哇，它的 sauce 一流哦，那它的饭团是脆脆的，烤焦这样的 feel， 很多骨这样，但是它骨是可以吃。很好吃，我觉得不然很好吃，快来，我喂你啊！鳗鱼有另外味道。为什么你每次吃每个东西都是这个反应？没有，它的鳗鱼有另外一个味道。什么味道？香茅味啊！是不是香茅味？真的，真的是有香茅味啦。后面有了，好像有一点吃那种焖趴水那种感觉，焖趴水有点，有点像。这个两个钟真是值得等，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去逛逛再回来拿，因为这边附近已经很好逛了，所以等一两个钟其实是还好。哇，看到你这样子讲，我也很想玩了。就是你给他1000块，然后你就抽，中是一定中了的，看中大中小罢了。好尴尬。没有钱吗？四等是什么？哎、欸，最小的。四等我以为啊，什么大？最小的。我要这个 ，OK 啦，容易带回去。对啊，哇，来了耶！哟，可爱哦。又是花钱的时候啦，又是花钱的时候啦，清清清清。四等跟我一样。哎呦，这个啊，我帮你做不到决定啊，因为两只都很可爱啊。我叫阿虎选。耶、yeah, ！我们现在终于到机场，准备回家喽。这是天三夜的东京之旅呢，玩到很累，也很开心。其实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去到太多的地方玩呐、啊，一天去一个地方啊，其实已经够累哦。因为东京太大，真的是去不完。事隔4-5年，我来到东京啦，还是一样没有变，然后浅草寺也是如往常一样的热闹啦。这一次我们也是有去。新的地方太漂亮了，我觉得我下一次来的话啦，我会去郊外多一点，因为城市太繁忙了，我老了可能我跟不上那个步伐，所以觉得人来人往的时候，你就会、我要走去哪里，尤其是放工的时间的时候哦，就会开始很慌张，你懂吗？我们现在等着晚上11点的飞机飞回去马来西亚准备工作了，因为我一回到去我就要马上开工了，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来东京。你们今天去看那个模型怎样？一流啊，看我的影片就懂了，很壮观，很好看，很值得看，我觉得。哎，我的鼻孔。Alan 差不多待了1.5小时在那边。啊，真的没？因为听讲他好像是3月就会拆掉。如果还没有拆烂，你是不是会呼吁男人来？一定要去看，因为我不是 Gundam 的 fans 来的，可是看到我都蛮喜欢这样。有没有女孩子去看？很多、哦、啊，真的年纪都有。哇，这个到底是多少层高哦？这个是站在下面看到的、啊。你在下面看的，你可以上去。哇，如果是我站在那边看，我应该会睡着了啊。我觉得应该是不按摩。你跟我一起旅行开心吗？嗯，不是你跟我一起旅行开心点呢？开心，你跟我旅行开心吗？好开心啊！真系噶，我哋第二摆再翻嚟呢度啦，我哋去郊外。远远嘅，我睇到人嘅，我睇到人。啊，睇动物好唔好？哇，买很多哦。我们下场。听说这个、啊、很多人推荐的哦，他也买来查了之后，你的艳遇就会来了。怎么一定是艳遇？快点查，因为飞机场很多人，可能会吸引异性。International， 很酷呀。咦，你就当场这样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观众的感受？OK， 有一个男人走着过来了，看你后面。怎样？你喜欢日本吗？真的吗？好中意啊！下一次再来了，存钱，努力存钱。Okay, 可以啊，还有谢谢你的手信，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不客气，你要服从我哟。你要服从我跟 Helen。哎，
还跑不漏啊？没有，很重，它掉下来。哦，怎样，全听？你喜欢日本吗？我很喜欢。你其实要带阿福过来，最好是尽快啦。我看到你的男朋友已经是每天在问你，哇，好像很爽哦，好像很开心。他没有我的日子比较寂寞一点，每天都在看我的 story。对对，他是第一个看的。我们下次再来去 Disneyland。哪一个明星的秀？怎么他们追星都追到那么有秩序？快看，你看他们追到真是有秩序，有排队的。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啊喏，我在这里，大家，我在这里。